Hi, my name is Kai Wan. 今天呢，要跟您分享一下 Windows 蓝屏的部分。Hi, my name is Kai Wan. 今天呢，要来跟您分享一下。Hi, my name is Kai Wan. 今天呢，要来跟您分享一下 Windows 蓝屏。那每次 Windows 蓝屏出现的话，那大家就会瞬间闪过这个画面，然后你就赶快记下来它到底上面写的什么。那有的时候闪超快，你根本还没记到，它就已经关掉了。那我们待会也会分享一个软体的部分，也是 Windows 官方的软体啦，它就会可以简单的让你知道你到底是用了什么软体，发生了什么错误，造成蓝屏。那个软体我们待会来分享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是来分享一下蓝屏到底要怎么解决问题。因为我前阵子把我的 i9 处理器烧了。因为前阵子我把我的 i9 处理器20000多块的处理器烧毁了，所以我就换了一个新的处理器。那主机板没换，里面的硬碟也没换。那 Windows， 因为我前阵子把我的 i9 处理器整个烧毁了，20000多块的处理器就被我烧毁了。那我就换了新的处理器，但是我们的主机板没换，硬碟没换，什么东西都没换 ，Windows 也没有重灌，所以我们就出现了非常非常多蓝屏出现。那要么就是什么驱动程式啊一些问题，所以第一个解决蓝屏的问题就是你重灌你的 Windows， 有一些驱动程式啊可能不相符啊，或者你插了新的硬碟啊，插了新的记忆体啊，有些东西旧的驱动或者是新的驱动，就反正就有一些东西不相符啦，那你重灌就可以解决一大半的问题。Hi, my name is Kai Wan. 今天呢，要跟 Hi, my name is Kai Wan. 今天呢，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Windows 蓝屏。那每次 Windows 蓝屏出现，就会闪过这个画面，那你就要赶快快速把它下面这些资讯记起来，去查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那有的时候真的是闪太快，你根本还没记到，它就不见了。那我们待会也会分享一个软体，就可以让你轻松的去查一下到底是软体的哪一个软体出现的问题，或是发生了什么问题，你比较好去排除错误。那前阵子我把我的 i9 处理器，前阵子我把我的 i9 处理器烧毁了，因为水冷棒浦坏掉，结果它整个就烧毁了，就坏了，真的是很 GG， 20000多块 CPU 就直接泡到水里面去。那前阵子我的 i9 处理器就整个坏掉了，就是我前阵子我这个 i9 的处理器就整个烧毁了，因为我的水冷棒浦坏掉，结果整个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它就故障了，反正就烧毁了。那前阵子我的 i9 处理器就直接烧毁了，20000块就不见了，我的水冷棒浦故障，结果它就烧毁了，真的是很 GG。反正我换了新的 CPU， 那结果就出现了很多蓝屏，因为我 Windows 没有重灌，硬体那些啊、设定啊、驱动啊都没有改，所以变成问题一直出现，那蓝屏就开始噩梦开始的越来越多，这蓝屏的画面就一直疯狂出现。反正第一个我觉得解决的方法就是你先重灌。前阵子我把我的 i9 处理器直接烧毁，这20000多块 CPU 就直接被我烧毁，真的是很巴拉。因为什么水冷棒浦坏掉了，那整个它就一直重开，然后就超级高温，连开都开不了，结果 CPU 就坏了。反正我换了新的 CPU 之后，问题更多了。前阵子我把我的 i9 CPU 烧毁，这20000多块 CPU 就被我烧毁了，那问题就从这个开始。越来越多蓝屏就一直出现，因为换了新的 CPU， 我 Windows 没有重灌，驱动程式也不知道要怎么抓，然后整个就是蓝屏一直疯狂出现。所以第一个解决方法就是你可能换了新的东西呀、啊，那蓝屏一直出现，你就重灌 Windows 吧，那就是重灌一次，就全部的驱动程式从头开始，就问题可以解决一大半。那如果你问题还是没有办法解决，就重灌了 Windows。还有很多蓝屏出现，那另外一个解决方式就是，确认一下你的记忆体部分，
确认一下你的记忆体部分，因为我这些问题全部都记下来，那我。去确认一下你的记忆体的部分，因为我这些30几个蓝屏的画面的问题，我全部把它记下来，那分析一下，差不多都是记忆体的问题啊。反正我们就去把记忆体把全部拔掉了，先把它拔掉，然后剩最后一根去试试看，到底是记忆体的插槽有问题吗？还是这记忆体本体有问题？还是你的速度调整的不对，或者是记忆体的电压不够？你有电压不够也是一个问题。反正你就是。速度调对，电压调够，那记忆体就是一个很大的解决的方向啊。对。那理论上这样子，那理论上灌完 Windows 用完记忆体，如果你正常，所以理论上你重灌完 Windows，然后用好记忆体，应该说没有什么大问题。那如果还是有问题，你可能就是你的软体跟你的硬体有一些冲突。那我们就要来分享一下，有一个软体我觉得还蛮好用的，你可以从你的蓝屏的快取记忆体。那如果你已经重灌了 Windows，记忆体也没有问题的话，那接下来就比较多是软体的问题，或者是你温度过高的问题。如果温度过高，也是会常常出现你的蓝屏画面。那那你的 Windows 调。那你 Windows 重灌好，记忆体没有问题。那接下来如果还是一直出现蓝屏的话，那第一个可能是你的软体真的跟你的硬体有冲突。那我们就，那你 Windows 重灌好，那你 Windows 重灌完，记忆体装好之后，如果还是你 Win，那做了这么多，我们 Win，那我们。那如果你 Windows 重灌完，记忆体检查也没有问题，结果还是一直出现蓝屏，那有2个原因。第一个就是你的，那 Windows 重灌完，记忆体故障，那你如果还是出现蓝屏的话，那你可以走2个方向。第一个方向就是你看看你的温度是不是过高，会不会是因为温度过高让它自己蓝屏，或者是直接黑屏，然后就直接重开机这种问题，那你就要去瞧一下你的。CPU 电压输入电压的部分，让它降低一点，让 CPU 不会这么烫。那另外一个方向呢，就是我们有刚刚的软体 Windows Debug Preview 这个软体，那我们就现在来分享一下，这个真的是超好用。